时速100公里，厂方实车测试防撞效果。假设在实际公路上没有防撞缓冲车的情况下，你的施工队安全怎样保证？靠几个锥桶真的可以吗？后果不敢想象，赶紧来提车吧，不用担心维修成本，撞坏的缓冲快，由对方保险公司直接理赔，肇事方全责，防撞缓冲车给你提供真正的安全岛。